这样很可爱耶，嗯，同学，迟到了，怎么那么久？老师等了很久哎，哇，不行，这个同学不乖，老师要处罚你了。同学，这个是老师今天特别准备的情趣保险套抽签筒。什么？里面什么都有哦，浓情巧克力。高潮迭起，笑傲飞鹰，抽到哪一个都不吃亏。来，抽一个。同学很会抽哦。笑傲飞鹰，老师带你飞高高。不要生气嘛，对不起了。那不然我今天不碰手机，我帮你，帮你。你完蛋了，都在忙工作啊，都不理老公。罚你，我要吃早餐喽，早餐还没吃。怎么还没睡啊？而且还有不同的高低跟节奏，哎，怎么睡啊？啊，你怎么还没睡？没有老婆抱，睡不着。哪有这么夸张啊？才几个小时没有见而已。在同一个空间里面，可是我却抱不到你，也碰不到你。难道这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？我终于相信什么叫小别胜新婚。你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去看电影啊，也是这样黑黑的。然后 我想要牵你的手，可是又不知道怎么牵。哪有什么怎么牵？这样子不就牵起来了吗？我在睡觉哦，我在睡觉。我梦游，我梦游，梦游喝水。我没有在看你们哦，我没有在看你们。我在倒水，我在倒水，我没有看你们哦，没有看你们，你们继续哦，没有看你们哦，你们真的可以继续，没关系哦，你真的可以继续，我在睡觉，我马上回去睡了。